衬衣上还有啥？衬衣上。这个衬衣也太皱了。这个衬衣上写了一堆关于 Number One 直播间的东西，然后把我带到直播间，然后还不知道是啥。我想起了我的热水壶，你知道吗？太奇怪了，难道要让我把这件衬衣烫平，让我来看看会发生啥？我去衣帽间穿上。哎，我现在要烫一烫它，但我怎么样能避开大家呢？Magic。 撒，字没了，画没了，我真是跟蒸汽干上了，我就是蒸汽波。它会恢复吗？散，大陆的陆，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六，七跟五，三六七五一定是某个东西，可能是一个密码。阿普来了，阿普一次接近了。